是苏州一家日料店的店长。我们店铺坐落于苏州市区，自从有了餐宝机器人，我们省了很多人力成本。餐宝可以长续航，连续工作8小时以上，每个月成本不到500块。我们餐宝送餐特别快，一次能送4层托盘，还能给好多桌一起送餐，效率非常高，相当于请了1.5到2个熟练的服务员。餐宝机器人真是科技感满满，给顾客带来了全新的体验，特别受年轻人和小朋友的喜爱。它不仅能在前台领位，把客人带到餐桌，还能在门口帮忙招揽客人，有优惠活动时引导客人扫码领券，还能介绍我们的菜品，真是个全能小助手。自从有了餐宝，我们在忙的时候再也不会手忙脚乱了，客人等待的时间也大大缩短了。而且这个小家伙不仅提高了我们的工作效率，还让我们的工作氛围变得轻松愉快。它的样子很可爱，让人看到了心情很好。餐宝非常稳，大份的汤匙不会洒出来，让客人的用餐体验会更好。有了它的帮助，我们现在有更多的时间可以专注地为客人服务，让客人感受到我们店有更多的关怀和温暖。18年間、ロボットに専念し、配膳ロボットのパイオニア。